已经打响了，现在到诸位各显神通的时候了。凡间的事我管不了，我只希望把封神榜同归天界。我没有办法控制两个自己，我不能让家人们陪我去冒险。我不跟一个三眼哥还有凡人作对，本仙独来独往。 听说西岐有难，哼，何来斩奸除恶？先到赤背被人间胡作非为，这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。乌合之众，你们这些卑微的凡人，都会在我的灭火中燃烧。不管你有什么卑劣的手段。 凡人是不会屈服的。